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次的换到宠物视频，打开我们的手动 BGM。可以了。这次吧，我们来做个打包的视频。这次的话是打包蜘蛛。我们离心管的话，大家都很熟悉吧？然后再就是纸巾。还缺一个滴管儿。好的，滴管就绪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拿下一小。薄薄的一小张来，摄影师，妹妹，由妹妹做摄影师给我聚焦啊。我们先拿出一小块来，塞到这底下去。对的，塞到最底下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用滴管吸一点水，然后给它加湿。这是保证在快递的过程中吧，别干死了，把蜘蛛。哎呀，好像下边捅紧了。不影响，不影响，不影响。然后我们再撕一块小小取一小块，然后做成桶状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它这样的慢慢的放到底下去。哎呀，我放坏了，哎，好的，又上来了，咋嘞？又放坏了。就这样，好的好的，这不就形成了一个孔穴一样的空间。然后呢，找到蜘蛛。找一只比较小的好演示。蜘蛛呢？找找镊子，我们找一下蜘蛛。哦，在这儿，露着一个屁股，我们把它惊出来。好的，好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放到角落里。然后慢慢的把它赶进来，你，蜘蛛在这边，然后我们的孔穴就在这里，聚焦。爬上来了。哎呀，进来。边界超越尴尬的边界。让你进来你就进来。好好好好，进来。之后呢，蜘蛛就已经进到这里面了。然后我们取一小块纸，对。把它放到这边读好。好的。然后你也是可以在这里滴上一滴水来保持湿度，以免路上蜘蛛吱吱一脚。好的。这样的一个蜘蛛打包就完成了，这样就可以缓冲。然后呢，我们如果想进一步操作的话，等一下啊，这里也有东西，这个锡纸的话也不陌生吧，就是烟盒里的那些东西。这些的话就是那种比较不常见的了。然后呢，把它包起来，这样的话空运安检就没问题。就是这样子吧。对对，就是这样子。
好吧，本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。换藏的话也快要高考了，也就还有100来天吧。更新视频可能也会比较慢了。等我高考完之后吧，可能会有一波福利蚂蚁，我们这边婚飞吧。有可能 UP 主会变成妹妹的。妹妹在一边表示出了一个非常。